如果我们的武魏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敢闯延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君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魔界动荡的事，本君也关乎延波禁地。 哼！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我是独掌掌权少，从独掌过来的。你一旦出了魔界，肯定得跟着到我。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？不行，他太强。桑勇，如果我支撑不住，你就立刻带他回东京。至少我必须留在你身边。
还不错，九泉动荡的事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，此人的部族世代守护独杖泉。四年前独杖泉曾经发生过是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落到人间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，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啊，这里就是帝国的源头啊，好厉害好厉害，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。辛苦你了。嘿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走？应当借助周围浮台离开。石头可靠吗？不会在空中飘到一半突然掉下去吧？还有，别，我乌鸦嘴是乱说的。跳得快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发誓，这个铁链我再也不要走第二次了。天哪，还有多远啊？我好怀念脚踏实地的感觉。
九泉造物，果真神奇。小晴，你挨着我点儿，别往下看啊。哦，好。可是阿友，我不恐高呀。我恐高，你可得把我拉紧了啊。这尊神农雕像看起来和村里的不太一样啊。岩波拳手真糊弄少儿，连神农大神长什么样都没搞清。不过这个比村里的要大好多啊。也就这样吧。石像好巨大。独占拳手。哎，谁在说话？余乃岩波拳卫术离火精武，余之身形因灵元被异，被迫依附于神农神像而残。我等并非无端闯入，还请您恕罪。无妨，独仗拳手，方才念及独仗动荡。对对，难道岩波也曾经？岩波亦是如此，灵泉混乱至今，始于被束缚于此。虽竭尽心力，然终非拳手，无法令余复原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四载之前。和独仗一样。为何岩波拳会没有拳手呢？三皇大神曾有约定，将岩波拳交与魔族，全族共享，拳手由魔族首领指派。未料后世魔界内部分裂至今，各部众混战不休，互不信服。自上任拳手王后，始终没有继续。上任拳手
魔猿重聚复生了。魏叔大人，我们为了查九泉动荡原因而来魔界，还请您放行。此意愚之所求，今后尔等可随时进出演播。多谢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魏术是九泉力量的具象体，岩波魏术被不明动荡困住，代表岩波拳已被束缚。事态看来，比当时独杖拳还严重。我们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吗？没有。重楼离开，可能是刻意引导我们和烈火禁无接触。若是如此，那他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冷酷严苛呢。我们走吧。好像在哪里啊，是听蜀山的前辈提过，似乎与他们的锁妖塔有什么渊源呢。嚯，魔尊还挺忙，哪哪都有塔。允许你挑战一下叶灵宗。不要随意触碰魔界事物。知道的，我没那么手贱。是结界，将此处破开。不可。按魏叔大人所说，岩波灵泉混乱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那还有其他能通过的法子吗？方才我们看到那个颇为奇怪的点，莫非是解除结界的机关？怎样，有用吗？没有任何反应呢。大家四处找找，看是否有开启火炉的线索。白姑娘，发现什么了吗？这里火灵力如此强大，又有优质矿材，应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铸造所。嗯，上古三族大战时，岩波泉正是魔族的兵器房。啊，兵器房？这里是上古兵器房啊！魔族残暴好战，这里竟然是魔族的兵工厂，现在为什么又封印起来了呢？打造魔兵器需消耗岩波灵力，为避免生存危机，魔族难得的统一共识，不再开启此处，加之有魔尊看守，更无人敢逾越。即使如此，那中央的火炉会不会和昔年魔族铸造兵器有关呢？
师姐在看什么？哦，墙上的壁画。不过年代久远，仅剩残画了。这一幅似乎在说三族大战的事。这长发，这长枪，你不觉得这个女神很像是魁羽？魁羽是新神族首座，的确经历过上古三族大战。那时魁羽和魔族敌对，为何魔族要画他？不甚清楚。若是这壁画再完整些，说不定就能知道些什么。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秀武，你看那俩大火球。看到了。明明是九泉之一，却是俩大火球。炎波是地火源头，这些岩浆都是炎波的纯净灵力。九泉形态各异，你要是好奇，可以通过九泉灵脉去其他泉眼一带。那可不行，九泉都有泉首和位数宝贝，随便乱闯不一定还有这次的幸运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岩浆既是岩波灵力，会不会就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呢？依照阿尤与白姑娘所言，此地岩浆与那火炉应当会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。师姐提到的壁画似乎也有些蹊跷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从火炉那里再寻些线索。原来岩浆是由这些机关从地底导出的，关键就是如何将这些岩浆注入。
个是上古字。太古九泉。太古神农神尊诞生，天下伴有九泉相生，为天九泉滋养天地万物，兽族为神尊子民，受神尊庇佑，然世间生灵大增，愈发依赖九泉。新神族之首，魁宇天宇。啊，提到魁宇了。嘘。对，新神族之首魁宇天宇，神界萧家，受然兽族崇敬强者，虽为敌家，其英勇可敬。山河崩裂，哀鸿遍野，兽族九所齐栖，终于兽族奉从首领蚩尤号签下了合约，生而备战，亡亦备战。能辨识的本子就有些恐怖，太恐怖了吧，魔族！三族鏖战至此，三皇大神没有阻止。大战中，女娲保护旧时，无人知其下落。神门耗费庞大力量保护旧时，并开辟九幽魔界，之后不知所踪。此后天地一观，参悟天理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彼时三族已是仇恨深重，就算三皇大神之力，恐怕也无法平息三族。共存不好吗？又显现了什么字？三皇失约，永绝兵源，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有之。这是战争之后的协定。这应是一开始就有协定，不过三族战的最后都已无名，即便有三皇行动，应该不知不清。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神族闭锁于天，兽族遁甲幽城，人界百废待兴去。三族自知犯下大错，之后三族才重新依从三皇誓言，设六界总督，化九泉归属，约定不可再犯他族之前。那魔族来入侵人界时，神族不是应该按照协定来讨伐魔族吗？虽有协定，但神族已被天帝禁止下界。魔族对人间的几次袭扰，规模都不大，人族尚可应付，故未引起神界重视。这壁画竟然是开门的关键。Huh!
敌人都被你打败了，出手夸张。好长的路啊，还要走多久才能到魔界啊？哎，对了，小兄弟，不是来过演播吗？对这里很熟了吧？我借助春姿剑到过演播核心，并未踏足此地。哎，这么好的东西竟然落在魁宇那个大魔王手上，太可惜了吧。我看这次我们干脆就找个机会把剑偷出来。这太危险了吧。阿尤，你是不是又在开玩笑了？对，别说话，不要当真。苏大哥似乎不招玉玲喜欢，可能他不招玉玲喜欢吧。修兄弟之前说，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灵力，这要掉下去，肯定连渣渣都不剩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掉进人界的岩浆里，也同样会事故。神不斩。
此地有些诡异，你们在旁等候，由我先行探查。那两座雕像正在吸取这些剑力，莫非即将复活？设法阻碍他们，应可将其削弱。兽族退败九幽后，彼此依然争斗不休。曾听闻一些野蛮强悍的兽族会合作联盟，以身殉剑，妄图打造九幽至强兵器。熔炉中的现场兽族队，其意志剑劈相连，剑气为证，却诞生了半剑半兽的怪物。这种怪物并无意识，被战役认识不分贵贱，肆意攻击。兽族虽然懊悔，但错已铸成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他们尽数封锁在岩波内。其中一个兽族异常凶狠，几次三番想冲离岩波，兽族为镇压他们，将其体全部抽干，并化成石像。看来那两座雕像便是这对怪物了。眼下他们感应到来自外界的气息而蠢蠢欲动，若带其吸尽周遭兵器的全部灵力，恐无力。活了，你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太阳妖王不可一击。别躲啊！